好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剩下最后十分钟，我们来看免费的影片的制作软体、剪接软体其实也不少。那包括像最近这个什么，唯一导演现在最新版是15，但是他都会把前一个版本就是释放出来，但是当然是 LE 就是所谓的特别版啦、啊，也就是说有部分功能是没有的，啊，你也是要让厂商生存下去啊，你不能跟他讲说通通都给我这样，这样他开发也是要金钱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地方大概可以用60%啊，就是我们原始软体的大概60%，5到60%左右的功能。那一般我们剪接的那些其实都 OK， 好、哦、都 OK 啊。那你点进去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我的那个部落格哈、哦，我介绍文章，它的序号的部分是公开的，好、哦，序号的部分是公开的，就有需要就自己拿进去用就好了，哎，这个没有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另外再看的是现在影像的影片的部分哦，比较成熟的是有 APP， 还有什么云端的，我们这里有，这里我放在线上服务这里面有，就是你一进来看到我们在用的那个就是 Animoto， 我主要是用这个，但是它的只能做到 360p， 那你应该知道我们有打过预防针的 360p 是多大，它是高度对不对，还记得宽度是多少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就是它的免费的部分是用到这些而已，就只能这么大。你要再大一点，那就属于付费的范围。影片处理的虽然你现在有很多，但是就是如果以免费来讲，它通常都会有什么，就是大小稍微限制一下。好，大小稍微限制一下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试看，也都是一样的方式哈、哦。那 APP 的部分呢，你通常可以做的比较多，包括我比较喜欢的大概是这两个。像小影，可能各位有些同学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小影知道吗？有的有，但是呢，小影也好，威力导演也好，或这个所谓的乐秀，就是这个，他们都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有没有浮水印？你要付费之后才能够解除封印嘛，不是这样吗？好，但是呢，你用 Quick， 用这个，知道微电影这个是谁的吗？华硕的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很大方，没有浮水印，免费的就可以用了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两个，好、哦，比较喜欢这样，等一下我会稍微用一下给你看，好，稍微用一下给你看、哦、所以我们呢，就一起来看看、哦、我先用 Quick 的方式做给各位看，好不好？